数字现金管理平台的回报率，因为与定存相同或是更高，而且没有利率惩罚或锁定期，所以越来越受欢迎。本地三种人气最高的数字平台 1. Stashaway Simple， 用户只需设下回报目标即可，该平台将自动投资。 2. Versa， 与艾芬皇室合作，推介其数字现金管理平台。 3. Geo 加 Touch and Go， 以电子钱包为投资的方案，这些平台会将你的钱投入货币市场基金，包括贷给银行或政府的短期债券，且都是投资快速到期的高品质债务，因此风险很小。三平台比一比，投资数字平台的好处：无锁定期，过程简单，潜在高回报，入金门槛低。投资数字平台的坏处：提款耗时，预估的回报会有变化。要知道，若基金表现不佳，这些平台或会调低回报率。如果这些平台倒闭，你仍可取回钱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实际持有你的钱，而是把钱放在第三方的受托人户头。无论投资什么，你都需确保投资的平台获得证监会许可，这样这些平台就会按正规手续来处理你的钱。